宗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意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宗坛的人手却不够。是啊，当时两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悔文中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悔文中动手。还请卢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好，杨方人阔，在在。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悔文中的安全。是。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是。后，悔文中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火气消强啊！陆成、小薇，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说得不错吧？不错，说得很对。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杨方人阔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Thank you.
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芳、任阔二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狄阁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什么意思？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罗帝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毁文中，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父老主人，让他放心。嗯。拥抱自我，快！啊！快来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猜测。哼，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没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很准确，就是太晚了。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医究竟是哪一天。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三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礼堂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你怎么？你也配？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想听听我的故事吗？什么意思？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哼，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毁文中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一点都没错。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
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零。第三，你们杀死那两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哦，哼，是什么？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是两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翔将这二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哼，继而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哼，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是，真是可笑。嗯，狄大人，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五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裂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啊！哼，袁天罡，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兀自做着什么千秋大业的美梦？哼，真是披服汉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像尔等这般阴险恶佞、歹毒残暴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裂土封疆，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你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你怎么会知道？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哦，我倒想听听。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意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啊，正是。洛河，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
是他自己做的一番。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怎么回事？不知道，难道是千牛卫？我去看看。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啊！你说什么？老主人，皇兵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主人，是右卫卫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异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中小梅，在，将他们拿下。是。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动手！在了我的甲胄之上。现在才是我们两个的生死之战，倒看你是不是像自己在陀罗地吹嘘的那样厉害。保护大人和太子。是。嘿。
走前，大帅、太子、如燕姑娘、大将军，你们受惊了。小杰呀、辛苦了。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被蛇灵逆党们拿去了。哎，大帅对小杰恩重如山，小杰万死难报，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哥了，这下总算是安全了。是啊，小杰，命令属下清除蛇灵逆党。是。所有被你欺骗的人，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一网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交旨。欢迎啊，臣在。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陛下，这是老臣使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不光如此，你知道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其实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不是错走了几步。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代枭雄啊，大人，这样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穴呀。暂离？这是什么意思？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您是说他会？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叫。是。张阁老，请。陛下。简之，什么事如此紧要？今早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起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魏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老家伙。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两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府，怎会因偶染疾恙便向陛下起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
定有蹊跷。简直，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陛下，狄公者梁柱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已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准奏。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你以为朕想失去狄怀英吗？可他太了解朕了，这是退而求朕心安呢。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十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远方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我真是佩服你，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无外，大智大勇。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嗯，是，请大人放心。元芳，这就是十里长亭啊。走吧，我们去看看。嗯，如爷。Thank you.
往事如烟呐。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阁老，嗯，阁老，殿下，怀英雄，简直，大帅，小姐，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多谢。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永记在心。元芳，此去关山万里，如果大帅和你有什么需要，只要鸿雁托书，小杰万死不辞。嗯，是啊，小杰所说正是我们的心声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怀英雄，前路多艰，你要多多珍重啊。嗯，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请怀英雄放心。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狄公珍重。简直啊，臣在。狄怀英走了。是。嗯，简直啊，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吧？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陛下言重了。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陛下，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辅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臣遵旨。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是，谢陛下天恩，臣等感激涕零。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情义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建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狄公。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谢陛下天恩。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狄怀英啊。Thank you.
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